现在得做最坏的打算。今日一战减员三成，若再轰两日，你我恐怕就看不到日落了。现如今法医侵我大清疆土，抢我良田，杀我民众，身为男儿汉，岂能容忍？孩子，女儿身怎么对朕呢？壮人抗敌，男女等同。打仗还用得着孩儿吗？我们是不会走的。这次是寻险冒进，凶多吉少。提官出征！我们已经没有退却的余地。不把这块牌子插到镇南关，这口棺材就是我回家的坐骑。广西狼兵雄冠天下，决死相拼。兄弟，这是最后的时刻。杀！Nous avons établi un premier réel contact avec l'ennemi。等打完这场仗，我和向贤就成亲。放我们过去吧，真挺不住了。临阵脱逃那是死罪。阿拉达！杀法医还用得着孩儿？我愿化作厉鬼来帮你。儿子，你糊涂吧！快走，不然来不及了。谋事成事皆在天意，我们没有退路。